大家好，我是宝妹，我是阿波啊，欢迎来收听乡亲的朋友，继续捧场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赶快是阿波老师跟宝妹在这为你来服务主持，住宅方面、政府方面不清楚、不了解，来6338601，6338601，这是现场的客运专线，欢迎咱乡亲多加利用。好，老师，我们来看一下哈、哦、网络上的一些问题。首先，咱来看，这是咱的听友哈、哦、王耀祥，伊问讲，这个苦瓜叶啊吼是安怎？只有中央呢会安呢？因为环境哈，咱真济哈，就是栽培这个过程内底，哈、哦，也规个叶啊，拢安尼，嗯，垂落来，连落啊、哦。那么这种的这个情形，那么看起来呢，就生哈，就生这个诶，有啥物病哈？但是这款的这个情形哈、哦，大概咱会当去推断哈、哦。那么这个应该是和这个根系哈、哦，跟根的这个有关系哈。哦就是讲伊个连累吼，这种连累这情形，这通常啊，比如那个边啊这所在吼，为什么干那中下啦吼？就是可能边啊这所在呢啊，你并无这款的一个哟，就是伊最下海里，华人可贵讲，你做家婆去砍掉嘞吼，所以有时啊，咱真侪真侪人有诶，伫这个。啊，落雨刷吼，尤其伫温室内底，温室内底要搁较无这种情形吼，因为伫温室内底，你爱知影吼，即温室的时阵，伊雨水吼较少入去嘛，所以一般通常的较无这个问题吼，就是讲伊较袂叫连累吼，所以这应该是这个根系吼，根的这个问题吼。那么这第一就是讲，那是要呢爱小注意者，是不是伤过头淡？这个因呢，伊拢甘水甘掉咧，水呐甘掉咧，伊食水是食袂掉诶。吼，咱听众朋友一定爱知影啊。加上咱有看这个塑胶布，尤其你那是看加如何洗吼，这种情形咧如食烂吼。那么因为迄白白了烧，所以有时啊，咱会去较掀吼。为人你看伊这个啊落雨了诶时阵，伊会去较掀，然后掀起来，袂讲安尼较紧打吼。这其实是让它透透气吼，这够好无效。有效，所以这有时也是安尼。第一就是讲你咧做关顾嘛，比如讲你那是关顾最下的你，到底都拢会打伤打伤。那么以最下开的你，你无掀就较无要紧哈。啊，那总讲甘水拢干掉咧，也已经树甲干掉，这温度八度，也根就烧的。那么根烧最济吼，这硬吸就甲吸啊，伊就这个连累吼，不一定爱晒日吼。啊，所以有时啊，就出现这种情形。所以为什么咱伫这个落雨了，咱常常咧讲的讲这个一二三啊，第一排水，第二罐头过紧，因为根部呢水济时阵，伊就这个足够出代志的。所以咱一定爱罐头过紧，所以利用第一袂使会掉病，所以咱用易病的这个药啊。哈，那么这是第一的。那么搁刷来去哈，咱会利用这个。这种减少伊即个根部过度氧化的这物件，所以通常咱用青海绿藻，吼，即用天然细胞分裂素嘛，吼，即青海绿藻，啊用这种天然细胞分裂素的这目的，吼，就是讲让伊呢，袂即个有安尼啦，吼，就是讲伊咧，会当防止伊过度氧化，就是讲伊的根，吼，袂因为无水，吼，因为水伤济啦，吼，袂因为讲水伤济呢，啊，无空气窒息。啊，菌会歹去，啊，菌啊歹去，小花歹去，小花过敏过敏，迄疫病的病菌就来啊，就较容易入来吼。因为菌本身有一个啊自我保护的一个这个机制，啊，这自我保护迄个机制呐破坏掉，伊就较容易得病。所以咱咧用这个维他命 B 吼，这增加伊的抗性吼，所以大概是啊。即马咱咧发现讲，伫伊内底解蓝紫苏啊，这个甜菜碱甘氨酸吼，这效果也还不错。那么单头看迄无啥物许吼，即、时间了啊较过去啊较改，过来呢会用一点啊玉米素，一般就是讲做后面啦吼，就是讲即个无头完啊，那是无堵水啊，迄种情形之下，咱个管结束啦，可以根系吼也当侧根的搁较济，生较济根的安尼吼，伊即种的作用无啥共款吼，所以。即、这个一开始堵住伊咧灌玉米素效果，阿无像灌即个青海绿藻效果遐尼好。
所以这大概是安尼处理的解决方式。那么这应该是这甘水收尾后，姐姐较紧处理吼，这布棚小掀一下吼。你讲无在条线，无在条线，你爱动坑吼，伫迄个脏边吼，你爱动几工啊，互伊透透气。无这不太乐观吼，因为粘蕊吼，粘蕊应用就大，这伊个透气性无好诶，来造成诶。啊，为什么透气性无好？甘水收尾后这，所以这好朋友小做者参考。来6338601633-8601，这是现场的客运专线电话，直接欢迎咱乡亲多加利用。继续来看是听友吼李学勇，李学勇讲伊的这回龙果呢，去唔知是去我身边门间甲订，伊讲这是糖海吗？因为伊本身呢有透这个乌棒的茶啊，但是呢感觉嘛是有订，所以这到底呢是要安怎来做？红环，看起来然后就是讲咱这个部分有这张啊，这两张照片啊，不啊长吼，长差不多看要一点钟啊，一个小时，我操啊！你也干嘛讲？那亲像是迄个拜拜，就研究这一张吼啊，这个有刚研究这差不多一点钟啊，你哈。那么，因为呢，这个当然有时啊是有要确认吼，因为这个馆顶吼，因为咱通常第一去看到的时阵吼，基本上咱啊第一看到这个相片顶馆里啊一点一点吼，那么假设呢是这个可能有一个什么坑啊是安怎吼，那么咱第一个怀疑的就是不是叫棚啊顶吼。那么是不是要棚啊？是不是棚啊？电其实足简单，你个哦，你个切开看卖者吼。比如讲啊，已经有迄个白板，你个切开，你用迄个刀啊，小可个绕者。那是棚啊电吼，基本上你会看到伊内底吼啊，即、這个那是软啦，啊无就是迄、那个有迄白白底下吼，底下尿哩尿哩安尼吼，所以这个呢会有这种情况，即、這个物件。那么即、這个看起来不太像是被。石英吼，这种去改这个掉，所以呢，那么不是叫果石英改掉，那么这种呢，这是什么款的这个啊，这款情形呢？哦，这通常在咱火龙果内底吼，这种的这果实就是讲，因为你有个包起来，对吧？你有个包起来，你有个包起来了呢，那么这个通常那是确定有不合适，一般这个果石英要给它定落吼。一般是定较袂累啦吼，所以呢，但是呢，这种呢，即伫咱有那是小可耐累吼，比如讲伊，因为你也有小可耐嘛，对不？看起来不太像是那个，看袂到是一个作深的，就是讲小可耐吼。这种一般也不是通常咱会去判断吼，那么这真可能是一个火龙果的一个病害吼，这种呢。那么这一般通常是伊的这个病害，那么病害内底吼，大概就是这个炭疽病吼，炭生啦吼，所以这通常是个人的这个判断吼。你啊讲像伊的定点这种吼，就是讲有一种诶，无吼，一点伫个管顶，然后一点啊，这种呢，这拢是去哦，迄个春象吼，这春象呢。去甲食，但是春香伊也袂安尼烂嘞吼，不会烂进去啦。当然有时啊，迄个坑呢是拄着落雨啊，是安怎吼？就是伊嘛是烂进去，但是你有包嘛，有包应该就较无这种的一个问题。所以咱是安尼去甲排毒。所以呢，这种应该就是这个炭疽病，还是这种个另外一种这个吼，就是讲伊的这个吼呢，有一点啊。小可耐啊，有当时啊，那是这个斑吼，小可话呢，红个吼，这个这种下头啊呢，臭大屁吼，起码这龟裂啦吼，这生个足歹看吼，一种呢，这个疮痂病，但是看起来好像不是这个吼，应该可能呢比较接近吼，比较还接近这个炭疽病炭生吼。那么这个炭生，但是咱嘛唔知影讲是这个。分袂出来，你才知影是许对无？因为你爱较足严重的时阵，你才会知影讲啊，这唔是这个溃疡病，但是按这个反正溃疡也好，还是炭生也好，伊用的药拢同款，因为溃疡即马无药啊，通去用，所以你只要当作溃炭生来用。但是伊只
以你的一个这种个的这个表现的，这应该是这个炭疽病患生。这患生是一种高温来改这个引起的一个这个病害嘛哈。那么所以咱在防治的时阵，最主要的是讲，你也当这个第一啦，吼，注意落雷啦，吼，你讲，这落雷你要收来收去，有时啊，伊也足吃辣的，反正是有时啊是。也较容易伫啊，喂来喂去，但是迄通常是伫几条管顶啊，各管顶呢，最主要是空气诶，即个传染，即雨季哦，雨季诶，即个啊，这种空气诶，即个传染哦。所以目前来讲，就是讲你会当利用即个许罗氟菌，即种德克利啦、代克利啦，哦，即种咧甲基多保净啦，哦，那么是讲即赛普夫泰林即种，比如讲即阵啊，迄有咧落雨啊，许。因为这个德克利、代克利这种东西，这个预防。那么你后边落雨了呢？吼，这个赛普夫泰宁还是讲这个亚托明加这个代克利哈，这种的来做这个火情火熬哈。火情就是总较简单的啊，德克利、甲基多保健这种做一个保护。啊，那火熬就是这已经有钓到，看到定点哈。这一般就是这赛普夫泰宁。啊，即亚托代克利哈，德克利即类的即个啊，即个病害的即个用药啦哈，即基本上应该是当来给控制掉了哈，所以这应该是即个火龙果的即个炭疽病哈，即大生哈。那么伊通常伫即个许哈，就是讲高血管顶呢，那么伊安红个红个哈，所以即个是为即个所在哈，就讲从当然那边确定的是上炎啦，但是应该是确定应该是即种的即个即种情形哦。哎，迄有迄空嘴了，同时啊，伊个雨水呐侪，伊个烂吼，伊安尼结巴安尼，水淡淡软软吼，变软腐病。哎，通常是有炭疽病以后靠软腐病，就是两种病菌的即个复合感染。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吼，在这种，咱都只讲到两种病菌的这些复合感染这种情形之下呢，你需要哈，你需要呢，啊，这个两项哈，就是讲我来南极苏啦，这种啊，比如讲铜剂啊，这些氢氧化铜啊，吼，啊是讲有呢，加士铜啊，或者快德宁啊，这类的呢，做会怎啊，该保护掉嘞，啊，伊就较无这种的这个问题安尼啊。那么这药啊真多吼，啊你就怎讲？既然啊药啊真多，就是这个臭头膏，因为这样严重的时阵吼，迄贵个就拢起来吼，大概会一整颗呢，拢会有这种的一个，迄个拄开始啊，你也是一个叫半开去吼，然后一整片哦，这贵片啊，贵片啊，吼最济咧，伊就迄种粉红迄种的一个迄种白斑吼，甚至呢，这个啊成色的时阵，有看乌神，所以叫做炭疽病啊。所以应该是这款啊，这目前会当用的药啊，真多啦吼，这亚托代克利啦吼，甲基多保健吼，这算草头药啊做预防啊。那么百克明严重的时阵，做些人最爱用这款的一个。那么幼个的时阵，这个克热症，这较咧用的时阵较细致的注意浓度啊，不，这克热症呢，其实也还蛮好用的。那么德克利啦、美奈德啦，吼，这种东西预防性的一个。那么治疗性的来对的，这个三伯明啦、赛普夫泰宁啦、吼亚托明哦，这款的一个情形。那么一般通常是今年雨水较济吼，咱收冬的时阵收整啊，是虾米款吼？那么上好是当改伊这个规章呢，安尼改伊用一寡。啊，比如讲波尔多伊同济啦吼，这规章改伊即个全面的改扫一遍过，尤其你伫即个新德即只只吼，回春进前你一定爱上少做两遍哦，最少要做过两次的即个波尔多伊吼，这全部改清一遍，因为关系即个湿度会较悬，冬天的时候，冬天的时阵湿度较悬，伊也得去造成一寡只个。啊，休眠孢子哈，伊个孢子伫即内底呢，就很容易越冬。我咱卖伊伫即长顶越冬，安尼来开春了，还是讲有哈，咱夏天的时阵就较袂得即个炭疽病啊。那么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即某可能是从即疮痂病，然后即疮痂病，但是呢，
都假讲到的是讲，因为这药啊拢改换哈，所以但是目前来看起来，应该个人还是比较推断哈，应该是这一类的这个病害哈。那么你可应该做这处理，或者紧急呢，都话都来改控制调理，这提供我哋做常客。嗯，来6338601 6338601，这是现场的电话，欢迎咱好朋友多加的利用。不清楚、不了解，拢会当卡电话。好，来老师接着看是听友的问题，听友哈 ，Magica 1589呢，即讲伊种哈密瓜呢，算讲种伫个33天。哎呀，因为最近吼不时拢会落雨嘛，那因为常下雨呢，所以伊伫个喷油啊这管理呢，爱安怎来做较理想？啊，有啥物款的住宅哦，可以帮忙？因为第一次种，伊种20多粒，我迄规球拢无经历哦，嗯，没种过嘛。这个叶片，因为咱一般通常即个哈密瓜吼，一种物件。这个果啊，吼，这个通常是爱这个小瓜做一个这个啊，茎顶啦，吼，这顶呢爱小捡一个哈、哦。那么伊不得捡的一个这个原则啦，吼、哦，就是讲袂使啊。当然落雨你可能无去改，拢无时间去管理吼、哦。但是那落雨无去管理吼，伊、哦、主人生家呢时阵呢，那这嘛是足个恶劣的哈、哦。啊，就是讲来可能就是捡几条啊顶吼，这个改。啊，该处理又好哈、哦，这看起来哈、哦，这种呢应该是顶 QQ 的哈、哦。那么在这个叶啊管顶哈、哦，有一张，其中有一张，这个好像叶子哈、哦，什么物件哈，这有可能是这个啊浅叶蛾这类的这哈、个，啊就讲这个灰鸟这种，这都是浅叶蛾啊，也啊这个爱稍来注意点，这个比较担心的哦，就是讲。有一寡即个病毒病的一个三星啦吼，但是一般通常病毒病的即个心脉吼就会比较翘起来吼，所以啊，即个爱稍来注意者吼，啊，有当时还是血啊，那是基本老化，那么应该也是会有这种情况。那么伫遮呢，种三十几天咧开始吼，开始可能就是即阵啊，就是即、這个。落困的一个管理吼，然后来那是好天啊，因为这今年像这种都较无迄个红蜘蛛的这个问题哈，无那好天作侪拢是这个红蜘蛛甲刺猬哈。那么伫管理上呢，最主要的是讲啊，这个顶脉老伤侪啊吼，你一定爱啊小捡起来吼，这物件咱咧这种鬼啊呢，大概结果从这种吼，大概顶多是滞留3条。结果是留3条顶啦。那么这个多数咱就是主顶甲留咧，然后边啊留2条啊吼，2条啊较健康的，啊有的会直接吼，夏天呢那是生长较旺盛啊，是安怎吼？伊通常啊，伊会伫这个心脉吼，就甲伊断掉，比如讲我直接咧，这种心脉断掉，心脉断掉咧，然后留3条。一般是3条，那么3条伊无可能达伊个许吼，比如讲那是伊即个哈密瓜吼，即马咱爱确定是哈密瓜，因为即、這个伊个类型有一点点啊无啥共款吼。一般伊会互你一个建议啦吼，像即种新世纪吼，即类个农药新世纪即种的是即个哈密瓜顶吧即种吼。那么伊即车橄榄型的吼，即种的，那么即那是有即一丛吼，差不多2粒吼，大概2颗都已经。那边太厉害啊！啊，那要捞3粒不太可能，所以通常就是3条顶，你可能该当捞2粒，其中一条就是那种营养供给的用的，安尼好啊。就是讲，即、這个咧捞鬼啊的时阵吼，一定爱烧。最近可能就是那么一个较重要的这所在吼，最重要的这个地方啊，应该就是即个扣顶，好扣顶。所以多数呢。那么你那是有2种吼，一种是这个到单蔓整枝吼，所以伊栽的时阵无当心，这是有刚毅的，甲黏掉，但即马来开始吼，这个也老这个侧蔓吼，老鬼啊吼，这通常是这款的一个。那么因为你这种来，你都无法多做一个
一般咧，咱咧种大概就是双蔓啦吼，作就做这个三蔓吼，三蔓是梅弄一种的，伊通常伊做这个叫这个三条顶，所以一般通常咱上要去做的就是这个双蔓整枝吼。啊，啥物叫双蔓整枝？就是讲这个波头起来哦，啊，差不多三四片叶啊遐啊，得改灯条，保顶得个灯条，好，伊生长较旺盛，啊，改灯条。那么灯雕料哈，灯雕料呢，来灯雕料，那么也开始哈，开始呢也两条老两条，所以你像这种呢，你得小个整理者，一般那是你，你目前该看起来，你还因为你作者嘛，所以你叫你改顶加雕也没有意思哦，但是你就是讲跳两条顶可以捞出去。哦，可以会当去摊开，啊，其中那是像迄新买的爱，就甲念掉，就把它来断掉。那么在变老的时阵，因为这笋蔓结果，笋蔓你因为你空间无真济，所以你尽量做笋啊顶笋蔓啊，所以你知影迄个无顶的对迄个所在改念掉，因为你规球底下我已经看未出来讲，你这是不是有这个，是不是进前都已经。母蔓遐的摘心啊，啊那是母蔓摘心，你就是捡两条较用的，剩的那无生吼，你就甲伊的这个心脉断掉，捞两条回去拖就好啊，捞两条顶回去拖，我安尼起来的，一般通常都会好势哈、哦。那么这有当时啊，就是讲咱伫这内底吼，就是讲这两条顶呢，这两条顶回去啊去做精力吼，脑侧呀，咱拢爱甲伊哈。啊，来老了，伊即马然后刚一出来，伊有可能呢，即个要老个，要老个，这是安尼哈。那么老个的时阵，就是讲一粒个，这乖乖，咱是一粒个一片叶啊哈。这通常一粒个呢，啊个老差不多两片叶啊左右呢，就会当改念掉啊。那么像这一条顶呢，差不多结果是两粒了，吼，卖超过两粒，这种呢老较济拢无好。啊，两条顶都四粒啊，这很难啊吼，两条顶吼四粒通蔓惊死人。所以一般通常大概一掌哦，大概就是三颗左右了哈。对，你要捞四粒的这个机会，这个很小，很小。所以这大概最近可能就是讲，这个要捡两条较健康的顶哦，去扒。剩的那是要哈，先改念掉，先改念掉，因为后头啊无精力哈，所以有一点点乱哦，这看不出来。你是不是有这个无顶，是不是有断掉哈？那么我再猜，是不是有先甲断心过啊？哈，因为断心过，伊较会这个较容易发龟球嘛，因为看不出来无顶的对一只哈，这一般是安尼哈。但是嘛，不一定啦哈，这是不是看不出来？反正我是看不出来，找不到迄、那个找不到迄个源头。一般咱就是讲。因为无顶啊，无顶，改断掉啊，捞两条啊，捞两条出来啊，这两条出来了啊，伊、哦、就是那是有个有迄、那个哟，你即马呢就是变作就是双蔓嘛，吼、哦，两条顶啊，这两条顶就叫做子蔓嘛，子蔓伊个个把刚一刚一出来，子蔓呢，子蔓是不是就是孙蔓哦，孙啊顶啊，孙啊顶的结果啊，啊伊老结果就是捞两蕊。捞两叶啊，一个两叶啊，你迄个所在买个断掉，买个可以四个拔，所以你即卖应该是爱顺看买啊个捡捡的，整理又好势哦，大概是啊，即款啊，即管理内底就是注意即个木头即种的疫病哦，那么即种呢袂使可以，即个因为即个通常咱尽量木头拢会现现哦，现现的即个目的就是要安怎呢？就是讲咱咧捡吼，即个咧捡的时阵尽量拢会可以。无头现现，你无头现现吼，伊较袂着疫病，啊无你个弄个叶啊暗掉咧，伊个无头伊个所在呐照袂着光吼，就足容易着疫病的吼。雨水呐较济啊，是讲你可能下水较好，目前是看袂出来这种情形，啊无迄足容易出现着这个问题。啊、所以咱一般来讲，就是讲爱稍来注意这个状况啦。所以这里正好你稍做者这个参考啊。那么。基本上的这款呢，这个道理哈、啊，这木头的这所在要会很贵，我啊叫我顺去，叫我顺一个这个方向啊，你啊两条就好啊，啊你从你这已经有三条四条，你得甲断掉的捞两条的，总嘛是捞两条啦，吼，卖捞伤济，捞伤济无，因为迄一丛哦，结果三粒啦，
一丛结果生三粒的。种伫涂骹吊吊果啊，一丛啊一粒尔，对无？咱那是种伫涂骹，咱一丛结果三粒。啊，有当时啊，咱两条顶，咱会留四粒，对无？啊，留四粒啊，授粉啊，是创啥管理？啊，到一段时间了，啊，看对一粒无咧大，才会拍掉。啊，你咧留的时阵吼，就是讲同一条顶，管顶两粒果啊，尽量互伊接近啊，吼，就是尽量两颗瓜让它接近一点，莫离伤远啊。比如讲，你家啊，让七八百个个一粒，迄后壁迄呐，我那卖有生啊，然后伊无好啦。比如讲，你头前一粒都留，你都留起来，留了啊，后壁个有，后壁个有，迄卖迄哪有看嘛？是甲念掉。一般那是买果啊类，伊就较袂有这种的一个许，大概就没有这一种一个问题安尼吼。所以这我平时知影着。那么一般咱咧讲的即个哈密瓜，哈密瓜通常就是讲伊个椭圆形的吼，啊，即、這个果感较脆吼，然后迄个肉呢啊较浅黄，啊有一点啊浅黄这种的吼，一般这种的即通常是即、這个较属所谓这种哈密瓜啦，顶肉吼。那么即、這个。因为伊即个天气诶，即种哦，伊爱较打湿诶，即个所在哈密吼，哈密就是新疆诶一个啊，即只只个鸡啊，所以迄天气呢，啊，对某些天气上诶即个要求可能的啊，较无灌吼，即物件是安尼吼，要有水可以灌溉啊，较干燥吼，那么要有适当的这个温度。那么伫当然伫即农友吼，农友因有去筛选吼，还是讲即类嘅吼。那么这个大概呢，即、這个那当然即嘛像市面上咱啊，即、這个叫做极光吼，极光就是卡蜜拉这个系列吼，即、這個、卡蜜拉吼，爱女农友呢，因去甲伊做出来一个啊，即这一类瓜嘅一个即种叫吼成功的要素吼，就是讲伊。伊只要呐是它迄个叫吼，就是较早熟，较早熟就是讲为授粉吼，开花授粉到会当办啊，这个呢就是45天左右哈啊，那么就可以采。那么这种的一个风信哈，这一类的呢，应该是会比较好一点点，所以呢，这款呢就经营安尼哈，所以这个大概是这个道理哈。那么就有你小做这些参考哈，就是讲这有时候没有那么简单啊。不过就是讲，这个就去试看看嘛哈。那个原则呢，你也得来时阵，无虾米关紧也哦，就是春的，就是这个品种加品种加着这个环境的这个搭配哈。这咱台湾上早的种这类的哈，一种咱上早这个叫做 honeydew 这种。这个密世界这类的这个品种啊，民国46年，咱的为这种为日本啊，为吼这个美国的引进吼，还有一种是迄个麝香梅弄，嘛孙梅弄这种呢，就是迄个乌网纹的这洋香瓜。所以，其实台南场伫作早吼，这拄啊好啊，不啊拄咧出事迄个时阵吼，民国国。我57年嘛，人民国60年，台南场就已经咧做这种的一个品种的一个交配哈。那么农友呢嘛来做这个物件吼，所以呢，迄阵都有引进日本的品种，迄阵叫 Sunrise 吼，香兰吼，将来改管理做香兰，这变化真大啦。反正呢，较早咧种这呢，真趁钱吼，这做会好势，这种呢。并不简单吼，即尤其伫即个七股，所以呢，啊，搁一个品种啊，足出名啊，七股芳吼，这个非常的这个吼，所以当初伫嘉义县市，特别嘉义县啊，嘉义市较少。那么嘉义县、云林县、高雄、宜兰、花莲，这拢有，当然上重要哈，上重要就是台南，较早的台南县市，即卖台南市，这拢种真济啊，这是。即、这个无同款的即个品种吼，所以一般通常咱是有分吼网纹瓜吼，网纹瓜内底又各分迄个金边的吼，一种洋香瓜内底
黄文良相关，啊，佮有一个光皮的金面的这种的一个哦，这个蜜色界，蜜色香料有这种的，这是一个代表。啊，顶肉哦，这种的肉较无遐肉是脆吼、哦。那么这种呢，甚至也当做鬼啊煲。那么这种呢，这叫做蜜瓜哈、哦。那么这大概是这样哈、哦，所以。那么王文阳香瓜就是迄个红宝石、拿宝石吼，这较早呢，台南九号翠蜜啦、吼秋蜜啦、秋华啦、秋香啦吼，啊，这上面台南场这个这市郊十三号吼，台南十三号啊是讲有这拢真出名。那么较近面呢，就是比世界状元粿啊吼，这种呢，这个大概都是农友种苗的啊，比世界啊状元粿。啊，这个有一个比世界因朋友，一个叫做蜜天下，这那么这个其实我较爱食这种，哈，这种绿色的这种，它无迄、那个没有那个哈味，哈，这物件，一种橘色的一种，哈，比如讲芒文瓜橘色的，一正香，哈，但是还有一个哈味，哈，这哈密瓜的一种味，讲叫做哈味。这作者南方人不太喜欢这种物件啊，实际上迄种拢叫做洋香瓜。哦，啊，咱咧讲哈密瓜咧顶肉脆，哦啊，这个肉色浅浅啊，没有那么深的那个橘色，浅橘色哈、哦。那么这种诶，比肉质较脆，啊，伊咧闻哦，你袅袅，但是即马作者啦吼，这夹来夹去哈。所以也没有办法这么详细的去区分、哦、但是在种的这种啊，这个方式呢，应该都还差不多了、哦、所以，那么这种呢，这应该是很不错的哈、哦。这种啊，曾几何时，一阵在这个宜兰壮伟哈，壮伟这家家，这壮伟，壮伟的是一个宜兰，因为较我海这边这家家，我诶。诶，阵呢，这个真出名哈，壮伟，这做正鬼啊，吼，阵啊，不啊，咧读大学的时阵，吼，大概上请假假，但是今嘛来，哇，得挪数了哈，这种呢，最主要的是这个病毒病，这病毒病哈，这退氯环化病毒，这真歹处理哈，所以呢，就越种越少啊，这真可惜了哈，无这个物件呢。啊，伫宜兰这家遐的种料呢，真的是也很不错，所以这伫室外呢，基本上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东西啊。对，那么试看买拢无差啦，对不？这个反正试看看都没有差的。这个朋友小做者唱歌，来63386空163380601，这是现场的call-in专线，欢迎好朋友多加的利用。底下连宝妹先给咱好朋友吼再一次提醒，咱下个月吼九月份开始，咱的有一首呢介绍部分留了有做调整吼，在咱的官网哦，就是讲咱网站的部分，咱也已经有来做吼公布，包括咱的标签也会做一个哦调整，会不太一样。针对下个月开始哦，就是我们价格全面调整以后，我们的标签呢也全部通通不一样哦。那是讲旧标签呢，当然就是喂，我不按话讲，反正呢就是旧标签就是迄阵呢在计小就是800块，啊那是新的标签就是900块啊。嗯，啊但是好朋友哈，讲敢会当卖换衫哈。嗯，啊，这没有办法，这没有办法，对，扛着不涨价哈，但是呢，这确实哈，咱田中兵一点爱橄榄领带哈，就是我们确实也没有办法涨价是没有办法的这个事情，嗯啊，但是呢，为了被区分呐哈，先看做姐姐的区别哈，那么就是讲卖讲哎，要起价啊这些，对，但是这个就是新的哈，这是属实上的是新的啊，这真的是买不到以前那一种价钱，所以。对啊，无虾米许啊，这麻烦吼，就是讲咱可能那是许呢，这个旧的包装就是旧的介绍啊，那么卖完了就没有了，所以何必那是有这个许呢，就尽量把握吧，哦，嗯，应该嘛不该这样哈，对，那阵新那个出来，大概就是在九月哈，应该
原则上没有意外，大概就在九月。当然，如果我拿起旧航班呗，高维格还有古维，那古维利亚的古维就会，我们还是会按旧的这个价格价钱，好价格来销售的，讲啊，这个顿顿的啊，这个起价起来，咱个讲讲无会啊，这个就是单要起价，不是安尼啦吼，就是讲新的就新的介绍，啊古维的古包装的古包装的介绍啊，啊这个安尼较公道啦吼，所以。就有人好朋友好学这节讲课大概是这样的情况、对大家了解一下啊，十月份呢当然因为有农机展我们还是会做一些活动，最近已经有机讨论当中会让大家呢很有感觉给你的这农机展，当然也是不然怎么说很我有听很多人欢迎今年很多东西其实价格方面并不是很美丽，哎呀，因为种种的原因呢，你讲今年哦有雨水，但是有雨水呢，好像价格部分，之前有人讲吼，水果涨了很多，但是水果涨很多，你要看说是什么原因吼，是什么款的原因。啊，若是讲姑姑啊，他都有这个讲实在，对真侪做些人来讲，他们真的不希望吼。我记得咱有一位朋友甲我讲吼，陈国民大哥吼，他说他种任何东西，他都希望有一个稳定的价格。稳定的价格，可是稳定对农友来讲很重要的。你看咱食头路，做是大人的，是不是？为什么希望讲伊去食一个稳定的？稳定的意思是啥物？薪水较稳定啦，知无？所以做些人也是这个心态、啊。有时候大家遇到这个价格哦，高高低低，起起伏伏，这个不见得说吼，是他们想要的啊。但是市场呢，就是供给需求。决定市场的价格，也不可能说，咱就是决定说，这是什么价钱，就是什么价钱，所以就请大家多包涵，那尽量呢，在做活动的时候，让大家呢，开心一点点。好，老师，马上来看一下，李家镇。李家镇呢，就说这细酸钾 pH 值有比较高，如果他若是跟逆精通、加量及三种呢，加做会喷后面，敢会影响到逆精通跟加量的效果？这个东西吼，就是讲，因为伊是较碱性啊、哦。那么碱性的物件，像这个逆境通是加量啊，这种物件呢，这内底其实它都有植物性的这个氨基酸，然后并讲啊，这个加量吼，伊本身的是甘氨酸啊、哦，这个天有诶叫甜菜碱、甘氨酸、甜菜碱，所以伊这个物件就大概就是已经吼。那么这会比较受到它的影响、哦、所以咱得手呢就会有那个他不建议啦哈，他不建议讲以含这种碱性的物件呢去混合啦，所以那有的说、我这回用膏要紧哈、其实还真的不是特别好、所以呢。还是建议呢，就是讲这个物件哈，就是不要用那么的这个药哈。那么就因为这个是爱修怎样哈，就是反正呢，就是这些东西哈。那么伊较容易就关于这个问题哈，所以在用的时阵尽量呢就比较尽量就不要去跟这些东西来做这个混合，这是咱。我的这个建议吼，这物件吼，大概是这款的这得力的吼，就是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吼。那么像这个逆境通吼，也是这个豆类吼，这个豆类吼，豆科啦吼，这豆科豆类，有人讲这有什么差？其实，在分类上吼，已经。那么普通的讲哈，就把它当作叫做豆类、豆类啊。啊，那是在科学上严谨来讲的，应该叫做豆科。那么以这种是这个豆科来的，有一个比较特别哈，叫做紫花木树哈，紫花木树发法。那么这个紫花木树咱怎样哈？你这是一个啊，其实木树做最凶哈，但是最主要都大部分是这个的哈，大概都是这个东西。那么这个紫花木树哈，那么一起多个这个植物哈，那么以底进来的去也哈，那么底紫花木树哈，在我们人类哈，人类动作是一个什么
啊，控糖减脂吼，即、哦、有个人改当作啥物神药，反正唔知影吼，即、哦这个伊个提取物啦吼，即内底呢，那么即个作些即种个即功能，但是呢，即个物件伫咱植物吼，植物咧应用个时阵呢，哎，伫栽培上就发现哈，哎、哦，它怎么呢对即、这个啊即种低温个障碍啦，对着一寡即种。啊，这个杀草剂的这个，也是讲药害的这个，这个缓解哈，这好个卡好。那么基本上它就是一些氨基酸、蛋白质、多肽这一类的，就是讲啊，也许是用紫花木素呢去改这个啊，去改这个提取的哈、哦，这就量比较大，最主要是这个哈、哦。那么全世界哦，全世界种这种上大，应该当然的是美国、中国、阿根廷、俄罗斯。为什么？因为这些所在。土地拢足快哦，所以凊彩一个国家咧种咧拢种真济。那么小国家内底吼，人国家无真大，原来种足济吼，大概就是意大利啦。意大利种做这物件做足多，他们因摕这来做这个饲料吼，所以呢因种真济。那么后面就有还有其他的国家吼，并讲像这个加拿大啦、法国啦、澳大利亚啦，吼，还是讲匈牙利、保加利亚这拢是有这个。这个产区哈、哦，那么这种物件哈，也是蛋白质类这样，所以这呢是含这种碱哦，就是混在一起会比较不好，所以我一直认为，你那是要用哦，就是讲，比如讲你先加一个细酸钾，先泡水，先加用个龟，一般咱咧用咱的二次稀释嘛，什么叫做二次稀释的？讲就是加汤啊。啊，先拉拉拉拉，吼、哦，先用就，因为足侪药啊，都唔免泡到一千杯，可能一百杯都用完。啊，咱会先差不多用三百杯、五百杯，用一卡水桶嘛，吼、哦，啊，甲拉拉拉，啊，拉拉了，吼、哦，就因为安尼较好拉嘛，稍微给它搅拌一下。啊，然后什么药啊，要淋淋，啊，淋啊，拢啊拉个差不多啊，啊，然后甲加迄个汤安尼，加到迄个固定的迄个水量。倒落迄个油啊汤内底哦，一般咱咧拉油啊是安尼哦，就是这样比较均匀嘛。哦，这通常是这款的一个七个情形。那么，但是呢，你那是要，你那是讲啊，要安尼用这两项要淋做伙用的时阵哦，我建议就是讲你的细酸钾爱带先拉啦，一下子就要到定位哦。比如讲你一千，你要稀释一千倍，你可能。可能你在用的时阵吼，你上好就是爱直接到八百倍吼，所以你的水呢本来爱二五零嘛，所以你直接来底呢，就可能就直接就应用呢这个啊，这个二十升的这个水，好，安尼起来就是讲，伊那是水较济，水较济伊的这个啊 pH 值就较袂遐悬嘛，好，就这样子，它 pH 值就不会那么高了，好啊，所以。伊安尼起来的，即个就会好一点点哦。所以，即大体上呢是即款的即情形哦。所以，这里加一档咱好朋友哦，小怎样哦，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即个状况。哎呀，你起来，伊都变作不会那么强碱啊。咱家的物件倒落，迄浓度足悬的吼，伊较袂讲两个高浓度的去混合嘛。哦，较袂受影响，啊，所以你爱先甲即个先甲捞开安尼啦。所以，那么一般来讲，即、這个细酸钾咧用的时阵，吼、哦，它是已经过老哈，这个东西不太容易去跟其他的东西去混合，所以，那么其他的一个咧用吼，就是在使用上其实有它的这个比较，听起来好像蛮好用的哈，但是呢，就是。有它的不方便的迄个所在，吼，有伊较不方便的这所在，吼。那么伊上好的一个这个老人跟你讲，伊南州会用不要紧，吼，他这个就是有一点点，以外角度来看起来，都有一点不太负责任啦，吼。比较负责任的一个制裁商会跟你讲，他最好的使用方式是啥物？单独使用，这物件也不是啥物哟，不要藏着掖着，啊这。这册内底拢有写，唔是你讲安怎就安怎，只是讲咱伫使用上呢，确实啦吼，就是讲卖啊，会当先甲羊开，你，比如讲稀释一千倍，啊，你先稀释八百倍，啊，甲羊开，啊，羊开了，因为你稀释八百倍，
也一个这个 pH 大概就会提升，就是因为也稀释啊，所以也浓度也一个一、那个氢离子一个浓度呢就会更提高，应该更降低的哈，就是那浓度呢就不太一样，被稀释掉啊，稀释掉的时候你当然也一个这个 pH 值呢就没有那么高了啊，因为功能。啊，这个药呢，就无遐管，啊，无遐管，对其他的这些蛋白质、氨基酸的物件咧用的时阵，应该就会好一点点啊、哦。那么差不多是这款的一个这个情形啦哈、哦，所以咧用的时阵最好还是单独使用啊、哦。所以呢，这个目前来讲，弄这个什么讲的都很好，那提高什么药哈、哦、这些。那么这个大概都可以去了解到它的好处，但是它用的是就这一点，就是咱像你讲的讲伊，这个就是比较我讲白天就是讲较古老了哈，就是较古老啊，大概是这样，所以不好去用哈，这不好啊，你若要还没用的时阵哈。那么，比如讲像冬剂啦，吼，还是讲这个新蒙那一部，这大成分这类的这面含农药的那么爱，要很小心啦，吼，就是讲在混合上还是有所选择啦，吼，就是讲尽量那些，当稍来注意一下，吼，就是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去混，吼，最好还是不要去，吼，这类。因为真容易起痘的哦，这物件呢，这含有一个物件嘛，就容易起痘的，这种酸化过的迄、那个叫做几丁聚糖子啊，酸化过的几丁子，是几丁聚糖啊，这种物件伊嘛较容易起痘的，因为伊带电荷作用的，所以伊那是拄到这种金属，一下子啊，细本身就是一个这个。就是类似一种这个很容易形成这种错合物，那么形成错合物的是跟那种跟导灰嘛是这种的这个错合物啊呢，所以呢这点呢这个爱稍注意一下，所以那你染的时阵哦，比如讲上好的两个汤啊嘛，弄个稀释，而且弄分开稀释啊，并这个稀释好啊，那个有啊，你也像。我家讲的细酸钾，你即马爱个用一卡汤啊，加伊咧，比如讲像这氨基酸的这部分，这你用那逆境通也好啦，用这个加量也好啦，用其他的这种氨基酸类这个物件吼，是讲你要用这个其他的这农药吼，上好拢先甲捞开了，就拉拢已经，就是讲用稀的去对稀的，那个染呢就不晒出代志啊，你也是。有时啊，真容易拉啊！啊，我讲跟头会变怎，较紧甲转啊，袂变怎吼？一般是不太会产生什么要害，但是就怕用的啦吼，就是基本上呢就不太好用哈，就不太好用哈。那么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反正这一些哈，你那是。含钙的这个物件哈，含钙，那一种钙镁肥啦，是讲一种高钙镁这种，那的四镁八钙啊，这那含细酸钾蓝这位嘛，这得个会呀，那就很容易这个得了，水蓝的水得也这些二价这些物件就容易哈，你三型一种，所以这个要小心哈，这些物件其实最好还是单独用哈，你那不嫌麻烦啊，还是讲你有用出来一个这个。啊，你自己的这个感觉，这些感觉我都可以用，那就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问题啊。所以呢，这当好朋友啊，就做这常客。好，那时间上呢，好像只剩下几分钟的这个时间哦。好吧，安呢，宝妹哈，唔知阿公这时间有感冒，老师这葵的小黄瓜哈，一共也小瓶哈，正常。圣公，那上面呢，却有这样的情况发生。这种吼，就是讲伊啊，下骹吼，小花有滴啊，正常，但是顶面呢，有小花呢啊，那种用咩抗菌笋吼，
其实它不算，但是它是这样 QQ， 就是你看焦焦这种呢，你要稍注意一下，这真有可能就是这个含水量过高，然后造成的这个缺钙。那么缺钙有可能是这个高温，有可能是因为这个离子竞争，比如说你进前好洗好洗，你肥甲落落，啊肥甲落落，因为你有一点啊，咱讲要抗金醇这种的这個情形吼，高乙烯来改这引起的，因为筋较弱吼，这個、通常伊就会更加敏感吼，所以就一种这个镶金边这种的这個情形造出来。那么这种情形造出来，你通常都爱因为迄较老血吼，就没有那么明显，所以你这应该乙烯值不讲真管，就是讲你最近肥了落较济啊吼，简单讲应该是安尼吼。那么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啊，就是说它的根系有点比较弱小，这个淡水比较多是怎样，所以筋有点比较弱，那么怎么办啊，就是当然的这个固筋啊，筋的这个部分利用一些这个海藻类这个东西啊，天然细胞分裂素啊，这个胃呢会当热，比如说最近在好价对吧，开玩笑看会当较紧收呗，但是呢这个越要紧的事情越不能急，这个筋疏呢，爱刮斑，你也当当落肥，但是你一天就给它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啊，几分地就不要给它超过一公斤，那这落起来拢无代志啊，这规个安尼起来真顺势，但是一公斤要安怎落吼，那迄个真拼命，所以咱你若是这个有咧落吼，你讲按我无多落，无多落呢，你会当就是啊，改这个，比如讲你落五公斤、落六公斤。啊，你若落六公斤，你就是爱过一礼拜以后才去落，所以一般就是讲尽量会当落较薄嘞，哦，就是薄肥的迄个啊，接下啊，这种呢，伊就没有这种情形出现。啊，但是因为有啥物这种情形，就是这个筋较弱，啊，为啥物筋较弱？有可能是淡水伤济，所以啊，咱筋的一个处理啊，这个筋处，因为你这无练啊，脑消化练练，你要用加量这种填在碱。啊，那无你就是这个按一种深海绿藻，一种的天然细胞分裂素，啊加一点维他命 B， 注意这个疫病的这个发生，因为有当下，已经钓要钓，伊有可能甘水啊钓要钓，就是有钓疫病啊，吼，所以啊，那一直灌下又嘛无好，所以咱通常一个疫病的药啊，因为你这要被搞定的吼，所以这疫病的药啊，上起码要个三遍的。你讲三遍，人头两遍都有啊，迄是好天啊，歹天要加一遍啊，所以大概会差不多有将近三次啊。那么你要小疫病的药要注意哦，疫病的药要注意安尼。那么伫这个，因为这种天气内底吼，就是也有会讲迄间的迄个药害的更加油的这个叶啊，就是它出现的这个呢，会在更嫩的这个叶子。所以这些小心注意的这个根系上的这些问题，但是整体表现上是有一点点缺钙啊。那么强化根系啊，然后后面补一点啊，这个补补啊，这个叶面肥，这个时阵补这个后面肥，土卡落较少啊，我后面补就是啦。这每天就是安尼，土卡落较少，一点点啊在后面补，这个四美八钙2000倍哈，1500倍嘛不要紧。作为高最高就不要超过1000倍，好啊，这宝宝啊，因为咱这段时间油啊用较，咱家己做啊装较薄嘞，这问题的应该解决过来，一点钙会好很多。好，我们一样，明天见哦，拜拜。